诸位长辈，诸位老师，兄弟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我们每一天呢，都可以体验孔老夫子的教诲，体验呢经典的教诲，像我们大家今天一起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我们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在大陆叫老战友、老革命啊。为文化的复兴啊，大家共同努力，这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今天四天上完回去，你会非常激动，给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他们却不动，这个时候你就要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因为你一心为他好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受到这种知识科技的影响啊，你研究物理学啊可以怀疑，但是你研究呢圣贤的这些智慧学问呢，那不能怀疑，怀疑就不真诚。圣学呢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而现在人呢，受知识科技的教育啊，疑心都比较重。当时我到海口去啊，十年前呢，我们课程呢，包含所有的书籍啊，都是免费给大众。结果我刚去啊，又是从台湾来啊，他们就一直在观察，这一个人呢，什么时候开始卖书啊？怎么都还没开始卖呢？结果看了好一段时间了，确定了，真的是不用钱的。那慢慢的大家就彼此就信任。我们在推展圣教啊，人家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呢，叫正常。比方说师长办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很多人就说，你有什么目的？师父说，对，我就是有目的，就是要证明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有希望啊，给天下的大众啊，对人之初性本善呢，升起坚定的信心。性为道源功德母。今天我们坚信孩子一定可以成圣贤，因为他有明德本善，我们对他的教育爱不会变，因为你坚信。我们一不相信呢，这个耐心就没有了，爱心就没有了，所以信心呢非常重要。那今天遇到一个人怀疑你的动机，你跟我讲这么多，到底你有什么目的？请问当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你，你的心情如何？哇，马来西亚是一片乐土，你们从来没有被人家用怀疑的眼神看过吗？在06年初啊，当时候春节大年初一，我到大街小巷啊跟父老乡亲拜年，看父老乡亲来，你就深深给他一鞠躬啊，新年好，恭喜恭喜。结果呢，会发现几种状况，有一种状况呢，是你跟他鞠躬啊，这个状况最多，他会往后面看一看，到底是谁啊？他比较难相信说不认识的人给他鞠躬拜年。那一般呢，确定是他的就恭喜恭喜。还有一种待遇很不错，就是他突然知道你是跟他拜年，他很高兴，然后他就跑进他们家，把他们家的糖果拿出来请你吃。
啊，那是比较高级的待遇。哦，所以一般呢，我们现在对人很恭敬的时候，对方一下子不是很确定是他，甚至不能理解。其中还有一种现象呢，是我跟他鞠了连续三个躬，他都没有反应。啊，远差不多2公尺了，我就开始给他鞠了，他没反应，我再给他鞠躬，最后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请问大家，假如是你，心情如何？有没有突然想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甚至于什么？这种教育的爱啊，更加的强烈。为什么？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受伤啊。我对他这么恭敬，他怎么这么冷漠对我？大家要了解，心情不好是因为把我摆在前面。我已经给他鞠三个躬，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心情不好了。所以会有情绪是因为把我摆在第一位。假如把对方摆在第一位，就不会难过了。当我们把对方排在第一位，他有明德，他有本善，居然人家给他鞠三个躬，他还没有反应，他现在的内心好苦哦。你的慈悲心来了，有没有？你不止不会难过，你终于了解到现在的人太苦了，没有圣教的教育，人与人当中都不能互相信任，而且他可能昨天股票又输了很多，所以都笑不出来了。这么苦的人生他走错了，老祖宗有这么高度的智慧，我一定要介绍给他。没关系，今天三个躬他不回，调查清楚他是哪一户人家，明天到他家里去再给他鞠躬，顺便提个水果去，我就不相信他不会笑。因为人之初，对呀，所有的苦烦恼是因为把我摆在第一位。只要把对方摆在第一位，只有更强的慈悲心跟设身处地的心。诸位长辈兄弟姐妹们，大家希不希望从今天以后不会再生气了？真的哦，哇，好，我们开一帖灵丹妙药给大家，啊，大家准备吃这一袋。这一帖灵丹妙药是新加坡开的。哦，有一次，哦，有一对夫妻啊，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啊，那认识他们的人就给他们挖宝，啊，他们夫妻是怎么相处？啊，他们谈出来的言语啊，令当下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温暖。啊，因为都是互相感激，啊，我这一生最幸福的，啊，就是嫁给我丈夫，啊，他对家庭啊非常有责任感，啊，就赞叹他的丈夫。那他的先生呢也说，我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我太太，啊，他相夫教子啊，又把父母照顾得很好。大家想一想，在场听到这个话的人，有没有想到一句话叫？妻子好合，如骨色情。这个恩爱的夫妻讲出来的话，就好像弹了一曲非常美妙的歌曲，噔噔，所有的人内心都受到感动。你们要配合一下嘛，有没有感动？哎，这个古人讲这些话都很有意境啊，如骨色情，哇，在弹这些古乐一样的优美。兄弟既系，和乐且单，他夫妻和好了，所有兄弟姐妹都相处得融洽，孩子也以他们为榜样，这个家就能兴盛了。那这个丈夫啊，在谈其中一点呢，让人印象深刻。这个丈夫就说，我的太太啊非常贤惠啊，我的母亲啊有时候误会她了，他不止没有辩解啊，还跪下来道歉。
当时候我是感觉了太太有点委屈了，先生觉得太太有点委屈啊，那就问这个太太，这个太太说啊，我一点都不委屈，诸位女同胞，你们觉得婆婆误会你们了，还对你发脾气，你会不会委屈？会哦，你们真是学圣教的好材料，就很诚实，就能感通哦。这个太太接着说了，一点都不委屈，因为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是真的。我们家呢，就是因为从小有爷爷奶奶的陪伴，父母对爷爷奶奶的孝，时时都对我们是潜移默化，我们就自自然然觉得孝顺是天经地义的事啊。读大学一两个月没回家，一回到家门，行李一放下，第一件事就一定是去跟爷爷奶奶请安啊。那一般的人觉得，哦，儿子媳妇孙子孝顺老人，老人真有福。其实世间的人看不到更重要的一层，不是老人有福，是他的孩子跟孙子有大福。因为福田心根，心田分大分三个心田，恩田、敬田、悲田。孩子能念爷爷奶奶的恩，能恭敬爷爷奶奶，能够啊时时为爷爷奶奶设想，这个福田每天都在增长啊。这样的孩子从小能孝顺爷爷奶奶，这样的小孩你一辈子不用担心，他不可能没有福报。能关心老人的人，设身处地的能力非常强，因为老人他可能在饮食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比较额外的呵护注意才行。哦，好，所以家有爷爷奶奶，那是家庭里面最大的福报啊，福田啊。而这一位太太深明这个道理，她也念着公公婆婆养育了自己的丈夫，才给他这样好的一个丈夫跟家庭，所以他也是念着公公婆婆的恩。所以因为老人是宝，当他看到婆婆生气了，虽然是误会他，但是他最关注的是婆婆。婆婆年纪大了，待会气坏身体怎么办？这是宝啊，不能让她生气。所以只要人让她气降下来啊，她的心就安了，她念念为她的婆婆着想，所以这个时候赶紧跪下来道歉了，婆婆的气就下来了。她都为婆婆想啊，婆婆一不生气她反而心安，有没有委屈？没有委屈啊。所以委屈谁造成的？自己造成的。哦，讲到这里我们女同胞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点委屈？哦，没关系，人生的戏啊，不可以看一个点，不可以看一个片段，人生的戏哦，要从头看到未来的发展，你就会心平气和。啊，人欠你，天会还你。今天婆婆误会了，啊，可能自己忘了东西放在哪，觉得是媳妇给她弄丢的，骂了一顿啊。三天以后突然在自己的房间发现了，诶，是我自己忘记了还骂媳妇。那这个婆婆心里怎么想？哇，我冤枉她，她不止没有生气，还跪下来给我道歉，这样的媳妇去哪里找？那这样的事一次两次三次，这个婆婆不就更爱护这个媳妇吗？把她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爱护，连亲生女儿都没有这么好啊。
那媳妇多了一个妈妈，那婆婆多了一个女儿，这不是人间很美妙的诗篇吗？你们听到了没有？这一位媳妇啊，她就告诉我们，只要没有我，就没有情绪化，就不会生气了。擒贼要先擒王啊，这个坏脾气，这个烦恼贼的王是什么？把我摆在第一位，你只要把我一放下，你就不会生气了。再举一个例子，汉朝的刘宽，他的父亲给他名字取得好，宽啊，宽恕啊。他的太太一辈子没有看过他生气，就觉得呢，要试试看，他真的生不了气吗？就让他的仆人啊，端着羹汤，热的羹汤哦，这个刘大人啊，要上朝，穿着朝服啊，还等着吃完早饭要出发了。这个仆人端着这个热羹啊，假装跌倒啊，把这个热羹汤啊浇在他的官服上面。大家想象一下，正要去上朝，这官服被羹汤给淋了一身啊，淋了一身啊。刘宽第一个念头就问这个仆人，有没有烫到你的手？他假如想，我的衣服呢，新买的呢，他就生气了，是吧？我啊，但他没有我，他想着对方手有没有烫伤。我想啊，这句话出去了，这个媳妇啊，这个仆人啊，一辈子对他都忠心耿耿，太佩服这样的领导者了。好，那新加坡的药方已经开给大家了，大家要不要服用，这个就不勉强，但是真的很有用，把我看小了，贪嗔痴慢，慢慢就没有立锥之地了。提起来的都是啊，不贪不嗔不痴，念念啊，为对方着想。刚刚跟大家有提到，今天呢，孩子、学生跟着我们走，他假如问我们，爸爸妈妈，我们要往哪里走？你回头告诉他，你问我，我问谁？那你的孩子真的人生他是过一天算一天。假如你回头告诉他，孩子，我们学习了老祖宗5000年的智慧，我们要站在5000年的智慧来经营我们的人生。接着你告诉他，人生的价值就在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这句话对我的人生呢，是完全的扭转，因为非常清楚人生的价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绝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是找不到人生的价值跟方向，甚至于是找错了。刚刚跟大家讲到，勤俭是持家之本，可是现在功利主义呢，绝大部分人都觉得享乐、追求欲望是人生的方向哦。这一次刚好有一个大老板的太太，我们一起去修戒定慧，到百货公司修戒定慧。他的功夫也不错啊，他没有买啊。他就说到，以前常买衣服，而且衣服只穿一次，穿第二次他就觉得很丢脸了，穿给人家看过了，那就跟模特一样了。大家想一想，那一件衣服就几万马币呢，那才穿一次，
那请问大家，这衣服要花多少钱？可是他说啊，这样的人生方向越来越空虚，夜阑人静的时候都很没有信心。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物质上面嘛，建立在别人的眼光肯定上嘛。其实坦白讲，人真有德行了，人家自然就尊重你了，又不是因为你有钱有地位尊重。富在知足，什么人是富的人？知足的人是富的。贵是什么呢？人打从内心尊敬你，你才是真正的贵啦。人敬才是真正的贵人。好，结果他后来学了师长的教诲，他就开始节俭了，反而他的丈夫更尊重他，别人更尊重他。尤其啊，学了传统文化以后啊，气质很好。20块的人呢、啊，人家都拆2000块买的，很好。啊，每一次穿出去，人家说哇，真好看，多少钱？你拆？啊，人家都拆得很高，啊，说不告诉你。哦，所以有气质都不花钱，而且一有气质啊，保养品用的少。啊，笑口常开，那个脸上的就会发亮，那擦很多保养品也不一定会发亮，要重实质，不要重表象的东西。而我看了那个百货公司的一楼，全部卖女人的东西，我就开始做了一个计算，女人脖子以上要花多少钱。结果我想都是真的，都是冥冥中有安排啊！真的，他们给我上了一课啊！一进去看呢，就有人在用头发，哇，用那个头发就要不少钱哦，而且一用就要3个小时、4个小时，就在那一个头发浪费女人多少时间、多少钱？再来，眼睛、眉毛要有做功夫，眼睛要做功夫，眼睫毛要做功夫，好，然后眼睛还要眼霜，是不是？好，然后呢，这个头发上面还要发饰，好，耳朵上面还要有耳饰，好，脖子上面还要有项链，嘴巴上还要擦口红，哇，脸上还要擦面霜。洗脸，咚咚咚咚咚咚咚，请问大家的 computer 算一算，女人脖子以上一个月要花多少钱？才脖子以上哦。接着到了2楼、3楼，开始卖衣服了，又听到他们说衣服只穿一次就不再穿了，哦，昏倒。啊，难怪我有一个长辈，他说。还没娶太太以前，觉得女人很好养，吃一点点而已。娶了以后开悟了，饭很便宜，衣服很贵啊。哦，而且大家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是内心出来的，不是外面的虚荣刺激，更不是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亲人的痛苦上。哇，女人要买那件衣服，她的丈夫在旁边发抖。买啦买啦买啦。好，我们闽南话说买了就不要了不要了。太太说买了买了。这个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丈夫的痛苦。现在不只是这样啊，孩子都把他的快乐建立在父母的痛苦上。大学还没有毕业，信用卡好几张，钱都没有赚就花钱。这个用闽南话说啊，你夭寿哦。真的啊，你花父母的血汗钱呢，不是折你自己的福报，自己都还没有赚钱啊，花那么多钱，光是打个手机一个月就花了不少钱，甚至于攀比啊，要到德国留学，要到欧洲去留学，父母没有钱还说你不会去借啊，你不会去银行借，所以这个奢侈之风啊很厉害。
在《群书治要》当中就讲，天下之害莫过女士。哎，我不是说你们哈，我知道你们那个耳环都用20年的哈，哎，这个我不是说你们啊，我是说那个用一次就换的。天下最大的危害啊，没有比女人装饰打扮厉害。大家注意去看，哪一个国家女人装扮花最多钱，这个国家铁定是负债最严重。整个奢华之风，欧洲最强，欧洲已经有好几个国家都破产了，有没有？现在没破产的都是撑着的啦，那都花在第二代第三代的后代的钱去了，那都是硬撑起来的啦。哦，所以勤俭才能持家，这个风气一带动起来，而且大家要了解，齐家治国，女德为要，家跟国团体能不能够兴旺，女人有没有德是最关键的要素。因为女人辅助丈夫，女人从怀胎就开始教育孩子，她有德勤俭，这个家道就传下去，家好了国就好了，家奢侈了，家败了国就败了。而且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有没有看到美国一直印钞票啊，那是很无耻的行为啊，不对自己负的债务负责任。他以为他很会算啊，人算不如天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印了一堆钞票啊，发下去以后，那些人珍不珍惜钱？不珍惜，照样糟蹋。甚至于有一些企业，很大的企业都已经是负债，都已经是根本是破产状况。然后呢，政府又给他钱，还领很高的薪水。哦，很多 CEO 还领很多政府补助的钱，那真是没有羞耻心啊！自己没有经营好事业，还白拿政府的钱。这些都是啊，奢侈以后啊，懒惰以后啊，都想着不劳而获以后，人性扭曲掉了。老祖宗为什么把勤俭放在这么重要？甚至于都已经强调啊，这群书资料里面都有，我就不让大家翻书了啊，因为翻书也要时间，我就直接讲就。所有的家庭跟国家兴盛就是勤俭，败下来就是奢侈，没有例外的。哦，有一句这个李商隐讲的话，历览前贤国与家，所有历史当中的国跟家都看完了，成由勤俭，败由奢。而大家冷静看呢，勤跟俭对人性的大用，诸位长辈、诸位老师们，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呢？第一，我们先反省自己，所以自我教育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讲的道理，假如我们自己不先做，我们的身教达不到，不可能让学生相信我们。教育首先，教育者首先要自我教育，这是根本。老祖宗说先觉觉后觉，自己要先觉悟才有可能去觉悟后面的人。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京剧先观我自己勤不勤俭。再来，你们有女儿啊，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啊，所以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请问生女儿的请举手。好，天下就交给你们了。
有贤女子，才有贤妻，才有贤母，才有圣贤后代。女人没有懂这些情节就麻烦，她一辈子又变成这些欲望的奴隶了。而大家冷静看哦，一个人勤俭有什么好处？第一，身体好。勤劳的人很愿意付出劳动，所以他的经脉非常好，身体好。再来呢，一个人勤劳啊，他会主动的去帮父母分摊工作。像朱子治家格言开头就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他有责任感。大家注意哦，身体好有责任感都不见得是钱买得到的哦，却是利益他一生的受用哦。身体好受用一生哦。我的父亲小时候都帮爷爷奶奶耕田哦，都扛过粪便哦，身体很壮。我父亲比我壮很多，因为他比较勤劳，因为我没有扛过大便。这扛大便是福报啊，又练身体又尽孝心。我三岁就到高雄市了，连田都没看过，没插过秧，所以劳动不足，没有福报。现在要多干一点。再来呢，他去做过之后啊，他能设身处地。比方他在厨房帮忙，他就知道人家厨房要常常流很多的汗，煮一道菜出来是要花很多功夫的，他就习劳啊，知感恩，感恩别人的付出，又能够啊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他在团体里面对于每个人的付出他都能感觉到，会主动的去肯定别人，感恩别人，这是无形啊很强的团体凝聚力呢。假如每一个人都不去欣赏对方，去感谢对方，慢慢的大家都做起来都会感觉很不受肯定嘛，就没有动力。而大家一冷漠了，就不会互相的支援帮助了。再来啊，身体好，有责任感，习劳之感恩，又能设身处地。再来，人际关系非常好，勤劳的人，主动付出的人，人际关系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再来，因为他懂得付出，历练最多，能力提升最高。吃亏是福啦。你的孩子假如要去上班哦，你要告诉他，别人不肯做的扛起来做，修福报，因为你能为领导分忧。再来呢，能力又锻炼，没有吃亏的啦。斤斤计较啊，又不成长，心量又小。而勤劳的人为人想啊，量大福大，心量感福报，付出感福报，哇，这么多好处，应该不止这些，大家再回去好好自己想。勤劳有这些好处，懒惰呢刚好反过来，懒惰奢侈，懒惰的人身体不好，懒惰的人没有责任感，懒惰的人哦，人家给他的付出他视为理所当然应该的。现在很多大学生放假回家不出房间，一直在那里打电玩，父母还得把每一餐饭送出去，送进去没有吃完还放在那里臭，连收都不收出来。哇，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以后能有出息吗？这样的孩子我跟大家保证，走到哪都给人家添乱，他不懂事嘛，怎么可能会是人家的帮手嘞？再来，
懒惰的人不会设身处地，人际关系很差，连老天爷都打雷了，是不是？看不下去了，不能这样发展下去。哦，然后懒惰的人没有能力，福报小，折福。大家细细去体会啊，就知道老祖宗留下来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意义太深远了。勤劳、节俭，节俭的人啊，五德都具备，仁义礼智信。节俭帮助快饿死的人，仁德增长。节俭的人不贪心，不拿不义之财。节俭的人，所以为什么《论语》说俭敬仁，节俭接近仁德，因为他省下来就为了贫穷的人，甚至我们的孩子从小懂得爱地球，他省资源，哪怕这是省电省水，他都是胸怀天下。所以我的师长啊，他的智慧啊很高，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就是在教诲我们。比方有一次有人问我师长说，你是哪里人啊？啊，一般的人都会说，哦，我家住在哪里，我是哪里人。我师长说呢，我是地球人，我们两个是老乡，多有味道啊。光是一个人家请教你哪里人，都可以教育对方，都可以启发所有的学生。因为老人家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球人不为地球着想，地球母亲破坏的已经没有办法让人类生存啊。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癌症的高危险区，破坏的太厉害，水、空气、阳光、土壤全部都破坏了。我们的下一代都要念念为地球着想，才是合格的地球人。我们以前还，我还没遇到师长以前，我也读过啊，社会课本里面说地球村啊，对我有什么影响？只是让我考试得两分而已啊，地球村啊，对我人生心灵有什么启发？那要接着要靠老师引导啊。假如我小学四年级就有像师长这样的引导，你省一滴水就让天下的人有水喝，哇，我每一次省水都很高兴啊。我现在就长得胖嘟嘟的啦，但念念都是福报啊。经师易得啊，人师难求啊。这一句话也是提醒我们，一来要珍惜人师，再来要期许自己成为人家的人师，照亮更多的人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贵人。人生不能白白来这么一遭啊！我的师长常说，人生短短数十寒暑，不能白来，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好，节俭了，然后很好的奉养父母，这是为人子敬的礼了。古人啊，自己吃的很不好哦，但决定不苦了母亲，这个很可贵。哦，包含我们以前的习俗啊，北方人啊吃水饺。水饺刚煮出来，那一年吃不到几次啊。老奶奶马上说，来，这一盘端去给祖先吃，慎终追远，明德归后。那孩子在那里流口水啊，但是还得要恭恭敬敬的端到祖堂前面。第二盘呢，老奶奶说端去给行生家，就是教书先生，尊师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老人家一字不识，把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在这个小动作当中表露无遗。孝亲啊，不忘祖先，不忘父母啊，尊师啊。所以假如我们
一举一动都跟经典相应，哪有孩子教不好的道理？你不要看老奶奶一个字不是哦，她举手投足、人情事理的智慧都在里面哦。你包含我们看袁了凡先生的姑姑哦，那都是长者了。先生生病了，一个农夫坐船来看望员外，很有情意啊。他的姑姑怎么做？把他坐船的钱给他，因为知道农夫赚钱太不容易。再来呢，煮了一餐丰盛的午餐给他吃。另外计算一下他来的礼物，拿更好的礼物送还给他。那他姑姑这些动作什么？就把厚道交给袁了凡先生啊。人情练达皆文章啊，都是做人的道理啊。好。接着呢，勤俭之后呢，这个以勤俭的家风来教育孩子，来承传家道，这是有智慧的。假如是奢侈来教孩子，那是没有智慧的。最后信，一个人生活很节约啊，社会大众比较相信他。一个人假如花钱非常凶啊，可能人家跟他做生意都会很担心很紧张，是吧？好，那这个勤俭的好处啊，我们一定要教给孩子，尤其是女学生。男学生也要懂，但女人持家她更要从小就懂这个道理。这样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从幼儿园就懂这个道理，他才不会随波逐流了。我们是20多岁才学传统，我们也跟着这个社会走了那么长的时间，但并不是我们不愿意遵循老祖宗这些教诲，是没有人给我们讲明白，不然人不愿意去做欲望的奴隶啊！真正要过人的生活啊，师长给我们讲明白了，我们就很欢喜往这里走了。而今天我们自我教育啊，从哪里开始呢？从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生的价值，首先自爱，爱人，做得尽心尽力圆满，就止于至善。中华文化就是爱的教育。但是爱首先要自爱，一个人不自爱，拿什么去爱人呢？一个人的生活都乱七八糟，他能给别人什么呢？一个人一定是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有德行，越来越有意义，他才能把这些正确的人生态度交给亲朋好友啊，下一代啊。所以首先要自爱哦。那自爱就是我们本有明德，明是智慧，德是德能福分。怎么这个明就是恢复，恢复本有的明德。怎么恢复呢？我们明德是本有，但是被习气给障碍住了。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性乃迁。它染上了很多坏习惯。只要把这个坏习惯去掉，烦恼轻啊，智慧会慢慢增长。真正用心学传统文化的人，他自己会觉得自己的智慧在增长，福报也在增长，甚至于寿命啊都会增长。只要你有那个使命感，承传文化，老祖宗会延你的寿命。
你们的表情好像不大相信。我讲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敢乱讲。为什么？孔子说述而不著，讲出来都要有依据，不是自己乱讲发明的，不是述而不著，没有自己的创作，都是古圣先王留下来的。中庸里面讲啊，故大德者，有很高德行的人必得其位，大顺做了天子啊，必得其禄，他富有四海啊，必得其名，四千多年之后我们还缅怀他，必得其寿，他一定长寿，仁者寿嘛。那只要下功夫改习气啊，慢慢明德就恢复了。再来呢，帮助所有生命中的有缘人都能恢复明德，这叫清明。我师长他讲经说法，全世界接受他老人家教诲了超过1亿人了。他这个清明做得非常好啊，最后尽心尽力了，明德清明都尽心尽力圆满，就是止于至善。那人什么时候在明德在清明呢？在随时随地啊，我们刚刚讲圣狂之分一念之间啊，你念念都保持正念，你的明德很快就恢复了。在每一个因缘当中提升自己的明德。我们现在遇到什么缘呢？教学，这就是我们的道缘。有些人当官是他的道缘哦，有些人他是从事餐饮啊，那煮饭是他的道缘哦，有些人从事园艺哦，有些人从事房地产，那他的道缘跟我们不尽相同哦。修道的因缘道缘不同，人在每一个缘分当中啊，要提升自己的道心、道力。道心要越坚定哦，道力要越强哦。哦，不然有时候啊，你道力不够强啊，对方把他的身世讲给你听哦，他的身世非常凄惨，你听到最后都发抖了。你要先稳住啊，是吧？哦，你听完之后不受影响，然后还面带微笑，有传统文化就有方法，别担心啊，你就给他信心了。这个道力都是在这个缘当中啊提升起来，道力。爱心、恭敬心、耐心、恒心，这个都是人的道力啊。但一般的人，他假如没有很确定、明确他的人生是明明德清明，他会在缘当中怎么样呢？堕落。举一个科学家的报道，科学家研究呢，一两岁的孩子平均一天笑180次，成年以后呢，平均一天笑7次。恭喜大家，你们今天已经超过平均值，今天对社会很有贡献，把这个笑的平均拉高了。科学家这个数字啊，我们看起来有什么思考呢？就是人类哈，越活越笑不出来。那再总结一个结论说，人类为什么要努力呢？他每天工作这么繁忙，就是为了让自己越笑不出来。哦，我想这个结论哦，脑袋还清楚的人都觉得这绝对是错误的，可是却摆在我们面前。值不值得人类思考？
你有没有遇过哪个亲戚朋友说，我人生的努力就是为了让自己笑不出来，他要送精神病院了。可是现在的人类都在干这个事呢，人生踏出脚步大小不是最重要，方向最重要。方向一踏错了，跟幸福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现在的人身心毛病一大堆，身体癌症、心脏病、文明病一大堆，心理病、忧郁症、躁郁症、自杀比例越来越高，家庭问题、父子冲突、兄弟姐妹冲突，告上法院争财产，夫妻现在还没结婚就先谈钱了，财产要先公证，夫妻离婚率越来越高。再来婆媳问题、教育孩子问题、养老问题，这家庭的问题都呈现出来。社会问题，犯罪率越来越高，堕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人类统计，有统计的，一年的堕胎是5000万。人类是万物之灵啊，现在做的事情呢，却是其他的动物做不出来的事情。人受了教育是万物之灵，人没有受好的教育，他的欲望的扩展会是造成整个万物最大浩劫的，就是人类。现在整个野生动物啊，灭绝每一天都很多，都是人类造成的。所以这是家庭、社会，甚至天灾那么多。大家看我刚刚从身心谈到社会、家庭，最后是整个天下的情况，看起来复不复杂？从现象上看非常复杂，从根本人心上看非常简单。就是所有的人类现在被什么困住了呢？利欲熏心。因为他把人生的努力的目标在利跟欲，他觉得享乐是人生的幸福，却不知道利欲越多越空虚。现在有钱人都是吃安眠药睡觉啊，不少啊。我们认识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每天吃安眠药睡觉。你们觉不觉得我们比他有钱，比他富有啊？为什么？好吃好睡啊，他有那么多钱睡不着觉啊。再来哦，出门要3个5个保镖陪同。我们什么时候要去逛街就去逛街，他还要3、5个，哦，活得多累啊，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哪是幸福呢？所以现在人方向错了，大家注意去分析啊。身体有问题，贪欲啊，病从口入，而那些做了一大堆里面含有农药、化肥、荷尔蒙、抗生素的人，为了什么？利呀！人类的身体根源就是被利欲给摧毁掉的。心理呢？人为什么苦？因为他太贪求啦。所有的烦恼大部分就3个字就讲完了，求不得苦。人只要无求了，你那些苦就没有了。寡欲精神爽啊，你每天精神抖擞啊，很欢喜啊，求不得。现在人为什么笑不出来？他就贪求的东西越来越多嘛。大家注意去看那个7、8个月的孩子啊，没人跟他讲话，他也会笑呢。是不是？他知足常乐，他没什么欲望啊。
而且你看那个走路还不稳的孩子，他笑得最开心的是什么？看到爸爸妈妈，那是他天性嘛，父子有亲的天性嘛。哦，好像他抱着母亲，就好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现在的人受污染啊，看到母亲都不抱了，有时候进门连打个招呼都没打，很可怜啊。谁是最幸福的人？父子有亲的天性终身保持，这个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你假如看到一个六十几岁的人推开他的家门，看到九十几岁的母亲就像那个学走路的婴孩在那，妈我来了，哦，然后笑得很开心拥抱他妈妈，这个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我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天下父母那个翟导演，翟俊杰导演，人家问他人生的幸福，他说我人生最幸福就是推开我的家门，我还能喊一声娘，他还是母亲的孩子嘛。哦，我们以前唱过的歌嘛，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他六十几岁他还是他母亲的孩子啊。哦，您看那老人家六十几岁戴个老花眼帮他母亲剪脚趾甲，那种专注让人看了都很感动。哦，所以他的孩子也很孝顺，把这些工作啊主动的都接过去了，他的家道就这样传下去了。哦，好，我们看清楚苦的根源，那个心求不得是苦。很多人自杀为什么？自身贪欲是个问题。有些人贪欲不是很强，可是他走上绝路，因为他身边的人贪欲很强，他身边的人重利，会把这个攀比虚荣压在他的身上，压到最后他承受不了。父母好虚荣，一定要孩子考第一名。啊，太太好虚荣，丈夫赚钱太少，每天被他骂。啊，哎，这整个利啊压在亲人的身上，最后想不开，也是其中的原因。好，再来，整个家庭关系啊，都是因为利欲啊才出现问题。重利就怎么样？轻义嘛，才有家庭的这些冲突。最后，人因为都是利欲了，没有行不善，才会感这么多天灾。整个灾难还是幸福啊，其实就是一念价值观的扭转。我们常说扭转乾坤啊，扭转成什么？仁义道义，他是道义的人生，他就不会做利欲的奴隶了。而大家要了解哦，你虽然不去追财富哦，该是你的还是你的啦，跑不掉啦。好，人假如不了解呢，提升自己的明德道心是人生最有意义的，包含去帮助别人，他就追求那个利欲，他就整个堕落下来。大家冷静看看，现在的人是小时候德行好还是长大了？对啊，他的方向错了。可是学圣教的人，他的德行智慧是越来越高哦，这才是学对了哦。学了不一定学对哦，很多人学了以后反而越笑不出来哦，那学错了哦。学对了要像我师长一样哦，87岁笑起来像婴孩一样哦，那叫返璞归真哦。哎，听说有人学了以后烦恼更多，那个是理还没有搞通，一定要把它搞通。啊，甚至于什么呢？在这个缘当中啊，产生执着烦恼。
所以人走在修道的路上啊，永远不变的是修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只要你在这个缘当中产生贪着，就不会清净，也不会快乐。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赚了不少钱，东北的一个董事长，人一有钱呢，没有受教育啊，财大气粗，结果连对父母啊家人都很傲慢。后来学了《弟子规》啊，因为东北人比较直率，他学了他也能马上啊承认错误，回到家马上立行，端了一盆热水，然后过来，妈，我给你洗脚。他妈妈吓得半死，赶快转身说，哎呀，我不敢给董事长洗脚。大家听懂没有？在他面前这个人是谁？董事长。他的儿子已经因为身为董事长堕落了。哎，董事长傲慢啊，比人家有钱啊，别人都得听他的啦，他那个当孩子的恭敬心孝心没啦，堕落啦。所以当董事长会堕落哦。那你们有没有见过当董事长不堕落的？我见过啊，胡晓林董事长啊，哇，他造福了他的员工，还造福了千千万万的家庭，他印送了非常多的传统文化的书籍跟光碟，有没有？他的公司又做出榜样来，影响很多企业界的信心，那他不就是明明德，清明，止于至善？一个人做了董事长，连对父母都不恭敬，他不就在董事长堕落了？所以会不会修行啊，差很多啊。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真正要在你这个本分当中产生价值，一定要有我们修身的基础。不然我们看到这二三十年来，尤其在大陆，多少人一下子致富了，是吧？结果家庭毁了，祸福相倚。一个人德行不稳呢，财富来到他面前是祸，不是福。修身修养啊，才是大根大本。同样的，我们也得要修养好我们自身呢，才能够在这个教育的事业当中真的明明德，清明，止于至善。而我曾经遇到年轻人呢，谈到他以前在学校老师啊很在意分数，还要家长送礼，结果这个女孩啊被老师吓到转学，现在二十几岁。我看他在讲这一段历史啊，还在发抖。啊，那时候很感叹的。啊，其实啊，我们听到世间这些事情啊，不止不会生气啊，会怜悯。真正懂得传统文化的人，世间没有恶人，只有可怜的人。世间真的没有恶人，世间人觉得最恶的人，他是最可怜的人。首先，杀人犯可怜在哪？从小就没有好的家庭，读小学又没有好的老师指导他，他就是太可怜了才会走成这样。你说那些高官这么可恶，他是不是可恶的人？他很可怜，为什么？不明理，他贪污啊，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一世为官，九世牛啊。老百姓的钱你这么好拿，你以后做牛做马都还不了。学传统文化的人有前后眼，
你可以看到他的过去的可怜，你也可以看到他未来的可悲，你就不会生他的气，不会跟他对立。你会怎么样做让他能感动回头，你就功德无量，他就不会继续堕落了。那我们眼看这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她心里有障碍啊。接着我们跟她期许道，今天这个老师就是你的好老师，他教育你为人师表要牺牲奉献，就能影响每一个学生的人生。再来呢，这个老师传统文化也没有深入，所以不要怪他，包容。然后由你表演，你以后回故乡都要拿礼物去送老师，顺便把《了凡四训》《弟子规》送给他。哎，这个孩子老师不合理对待他，这孩子还感恩他，这老师良心会惭愧呀。然后又把这些好书给他，很可能把这个老师当初从教的爱心唤醒。他可能是过程当中被整个学校这些，我看好有一些学校老师都开跑车啊，那些攀比污染，但是他本来还是有使命，就透过这个年轻的学生去感动这个老师。哇，这个二十几岁的孩子一转念，痛苦便解脱了，烦恼便菩提了，更有动力，更有使命感，化悲愤为什么力量。好，诸位长辈兄弟姐妹们，你们现在心里面有没有受过伤？有啊。啊，我刚刚这个故事讲完了，你们的伤好了没有？你要会转啊。举一反三吗？同理可证吗？哦，可能你们受的伤的因缘不同，但你只要一转，你还会去感动那个人，你还会因为他的错误，见不贤内自省，然后期许自己要做社会的好榜样，你的动力就源源不绝了。所以好人是老师啊，坏人也是老师，通通是老师。见人善即思齐，众去缘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减。那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说人找对象啊，男孩子找对象啊，不要找小学老师。我说为什么？他说小学老师在学校是小学老师，回到家还是小学老师。在学校对学生你给我站好，回到家对先生你给我站好，那这个先生就受不了了。那大家有没有感觉，人在每一个角色当中啊，都有可能会产生执着。只要你不关照自己的心，就产生执着。比方，当老师的人最容易产生的执着啊，是傲慢。因为什么？人皆好为人师。哎，这个态度有，我都是教别人，教别人，慢慢的呢，自我关照的能力下降。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哎，只要住在我是老师这个身份，这个傲慢就不可能不染着。一个人很能看别人的问题，公于论人者，还会谈论别人的长短，他的精神啊，都往外啊，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自我教育啊，时时要善观己心，看自己的念头有没有偏差了。人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不要染上这些贪嗔痴慢疑的习性。我们要扮演好人生的每一个角色，不管是老师、太太、丈夫、女儿、儿子，其实就是呢，时时亲近，时时谦卑，
去扮演每一个角色，不能自尊大。人往往啊，比方什么时候会傲慢？双眼皮会傲慢，眼睛大会傲慢，头发比较黑会傲慢，头发没有白头发会傲慢，有没有？鼻子比较挺会傲慢，他长相会傲慢，学历会傲慢，工作经验会傲慢。哎呀，想当年，这个就是傲慢起来了。所以人最可悲是什么？被自己给卖掉了，自己不知道，因为自欺了，就欺人了。我们有时候常常跟人家配合工作，都要保持谦卑恭敬，不然，哎呀，这才50个人的活动，我5000个人都办过啊。5000个人的因缘跟50个不一样啊。你把你5000个的经验硬套在50个，你是帮倒忙啊。人常有谦虚啊，他才能客观的看每个因缘，不然他的主观以前的经验都会障碍他的客观。傲不可长。这个在《礼记》开篇区里就是叫我们傲不可长。好，那具体来讲呢，我们当老师的这个因缘是成就自己、成就别人，所以自己不能染上这些习气。那如何不染上傲慢呢？第一，我们讲课教学相长，讲课呢是劝自己，而且呢讲课的时候啊，我们话一讲出去啊，我以前在小学任教，小孩子很聪明啊，老师讲过的话孩子都记得住哦，所以孩子变我的监学，我凡出言要怎么样，信为先。我讲的每一个道理，我假如没有做到，孩子会看在眼里啊，讲的每一句都是劝我自己的，就不容易傲慢。再来呢，听经听课都是讲给自己听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态度啊，他听课边听边想，这就是讲我丈夫的，这就是讲我儿子，这就是讲我同事的，所以2个小时下来全部讲别人的，都是别人的错，只有一个人没有错，就是自己没有错。那他这样越听越麻烦，所以听经听课自己是当机者，都是讲给自己听。再来呢，我们刚刚讲的得比于上则知耻，一个人时时以孔子、孟子、释迦牟尼佛做榜样，以师长做榜样，他绝对不会傲慢的，因为这么一关照啊，惭愧都来不及，根本不可能会傲慢。还有一点呢，就是佛家讲的呢，善财童子53餐，在人生的旅途上只有一个人是学生，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生命的老师，他就不会傲慢。诶，他是我的学生啊，怎么会是我的老师？比方你在教这个孩子，教了3次5次他都没听懂，他都没有遵守，我们马上火气要上来了，然后再把他压下去。这一个学生就提醒我们，我们的脾气还很大。那他是不是我们的老师？是啊，平常的人都还恭维我们，我们还看不到自己问题啊。这个孩子一出现，我们脾气上来了，他不就告诉我们的不足？那他是我们的老师啊。那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我的明德、我的道业的，那哪会有傲慢呢？感恩都来不及了，恭敬都来不及了。有这些心态了，就不容易在一个因缘当中啊，增长傲慢，增长习气。好，那我们认清了老师就是我们的道源，
就是来增长我们的明德清明的人生价值。接着呢，我们要扮演好老师的角色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要抓到根本。老师要能传道授业解惑，首先自己要懂什么是道，啊，什么是能成就家业、事业，啊，人类现在有哪些疑惑？自己有疑惑，怎么去帮人家解决疑惑呢？我们这个时代当老师啊，坦白讲，确实要很慎重。古人圣贤啊，他们是成圣贤之后来教书，做到再说。我们是遇了传统文化还没有很好去落实，现学现卖。那这个时候要更谨慎哦，现学现卖，有时候人家一赞叹，哇，你真是孔子再来，孟子再来，那几句话我们八风就像台风一样啦。真的哦，有时候称赞多了以后会错认自己的程度啊，慢慢的共高我慢，别人都劝不动了。上台容易啊，下台不容易啊。会住在台上哦，住在这个因缘了。好，那我们从务本来讲，我们这个群书之要啊，务本177句啊，夫之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这非常有道理。一个人连儿子都做不好，他能做好父亲吗？他做好儿子，他才能把孝道交给孩子啊。他知道怎么做臣子，他才能够做领导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拿个 MBA 硕士毕业的，他就以为他会领导人了，就很傲慢根本就没有伺候过人，根本不能体恤人家在基层的辛劳，最后都是添乱的啦，纸上谈兵。真正有智慧的企业主，他培养人从那里，从基层做起，那他慢慢升起来，他就很能体恤各个部门的状况，特别得人心，这才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哪是给他读一大堆书。所以基本上啊，现在有人假如来跟我交流说他想读研究所啊，或者孩子想读研究所，我都劝他先别读，不会做人啊，那个研究所只会让他越傲慢而已，真是这样的。而且读的通通都是理论，都没有实务啊。真正读研究所比较受益的是哪些人？是去社会工作过、历练过，再回来学他最重视的、最感兴趣的，反而学得好。现在去读大学的哪个科系好，以后出来赚钱多，就是往这个去读而已啊，他不是真的很有使命、很有兴趣啊。那知如何侍奉人呢，才懂得如何任用人。那我在这一句呢下面再加一句啊，知为人学生，然后才能为人老师。群书之要之所以能够创贞观之治，就是唐太宗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的人有智慧。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不足，他这一天没有空过。了凡先生说啊，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自以为是啊。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进。
所以天下豪杰聪明俊秀很多，所以不能成就道德功业，都因为啊因循苟且，没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去改过，所以本来素质很好，但一生空过，非常可惜。我们走在教学的路上啊，两件事情，勤于教学，勇于改过。改过是好学生的示范，勤于教学呢，就真正有教育的爱跟使命，去利益学生。像夫子一样，教不倦。那如何能做一个好的圣贤学生呢？首先要有信心。每一个人呢，都有明德本善，都可以成圣成贤。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个读书人，是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您只要有仁爱，不退缩，很多孩子的问题哦，你会突然有灵感，你会突然有人来帮助你，告诉你。你们有没有经验说山穷水复疑无路，可是自己的这种教育的使命还在，突然就柳暗花明，突然做梦孔子来摸你的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真有感应啊。那个《了凡四训》都有讲，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这都有感应。好，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一切的人都有信心，因为真理会在每一个人身上显现，每一个人都是本善。我们有这个信心，就有无穷的爱心跟耐心。有了信心呢，要发愿。我们刚刚都发过愿了。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比方我们说，我们跟孔老夫子是同行，是吧？我们效法他，要开我们2000多年不衰的家道，那你就是对你的家族有使命啊，你发愿啊。再来，我们看到整个人性的沉沦，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个也是发愿啊。你们都被我骗进来了哦，没有，那是你们自己啊，本有的这个使命感善心啊，夫子这些教诲都是在提起我们的使命。确实，这个温天祥讲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人要知命啊，才能做君子。孔子说，不知命啊，无以为君子。知自己啊，对自己法身慧命的挚爱责任，不能糟蹋自己。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使命感，不能再糟蹋了。就像《了凡四训》改过一开始，彼何以百世为师？人家孔老夫子百世为师，我何以一生瓦裂？死了之后化成黄土，没有人认识我。同样是一生，怎么差这么多？还染上很多欲望，沦为禽兽而不自知。不可以这样，支持了就有勇气了，而且要见义勇为。现在全世界灾难那么多啊，汤恩比教授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什么？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哦，你们听完这句话有没有觉得人生不一样？有没有？有没有人听完这句话晚上睡不着觉的？啊！我终于知道，我这一辈子来投胎为什么了。我终于搞明白了，
我就是要来救世界的。哦，那这个就是对世界的使命感。尤其全世界现在要懂得中华文化，还要靠英文很好的人把传统文化介绍给他们。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 English is very good， 所以你们有责任。好，这个就是愿心啊。但大家要注意哦，见义不为无勇也，有罪过。我们拥有救世的法宝，然后见死不救，请问这个以后会去哪里？你们讲的哦，你们说会去见阎罗王，你们讲好。所以恭喜大家哦，我今天已经恭喜大家好几次了，恭喜大家，你们没有退路可以走了，只能勇往直前。我也告诉大家，我们道业不能成就啊，就是因为常常想有后路可以走，有明天，这样就会让人因循苟且。所以没有退路，勇往直前，这一生铁定会有大成就。再来呢，有幸有愿呢，接着要行了。力行学一句啊，要好好做一句。而且呢，这个学啊，你学明白，你才能做得正确。弟子规说，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你虽然有一份热情，但是是非邪正善恶你分不清楚。就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善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有端有曲，有半有满，有难有易，有大有小，有正有偏，这讲了16个角度啊。那你要搞清楚啊，不然你在行善反而是给人家添麻烦都有可能。所以明理很重要。行的时候要解行相应，解呢是听经读经啊，把道理搞明白。听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了，自己就是当机者，就是讲给我听的，用这个态度来听，句句都有受用。再来呢，听要掌握纲领，不然《四库全书》啊，1500本，你从出生就会看书，到100岁还没看完。哦，儒释道的教诲浩如烟海啊，掌握纲领，中华文化的纲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您只要掌握这个纲领，你所看的一切书啊，一切道理都能融入这些纲领，你随时可以关照自己，你就在道中啊。不然那个中庸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就不好落实。你掌握纲领就好关照。再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呢，是学习圣教啊，知难行易。我们常常说我知道了，但是做不到。错，知道的人一定做到，还做不到就知得不彻底。跟大家做一个比喻，今天你身上背了一包垃圾很臭，背了30年，突然有人告诉你，你背后是一包污染你的垃圾，你真看明白了，你下一秒钟要做什么？丢嘛。有没有人一丢出去拉回来，哎呀，他陪了我3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可能，他已经看清楚是垃圾了，他马上扔掉。同样的，我们真看清楚这些习气每天在污染障碍我们的人生，你真看明白了，你还继续容忍他障碍自己？所以看破的人一定放得下，
放不下，还是没 看破这些习气在糟蹋自己呀、啊。继续听就听明白了。再来呢，行怎么行呢？刚刚也有谈到了，行的时候呢，以三教的圣人为榜样来学。再来要知道呢，为道日损，一个人修道是习性越来越少，可不能搞成哦，读经越读越多便搞知识哦。现在很多儒学家佛学家哦，但脾气很大哦，连他太太都反对他哦，他怎么去教化大众？这是减法，越来越放下习气，这个是功夫哦。就看一个人有没有功夫，看他从小到大最严重的习气改了多少，这个人有真功夫。我们假如没有认知到啊，圣教是减法，很容易又跑到学术研究跟知识去了。啊，这一次我遇到这法国的这些教授啊，其中有一个教授，我跟他讲，我说传统文化可以让事业越做越成功。他眼睛瞪得很大，传统文化跟做事业有什么关系？哇，你看搞学术研究不知道这个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呢，他用不出来呢。幸好我对面就坐着吴念博董事长，他的员工2000多人，现在企业非常成功，他的企业现在是幸福企业的表率，有20几个企业跟着他做，效法他的企业，现在在全中国影响非常大。马上把这个教授介绍给吴念博董事长，一跟他讲，哇，他开眼界了。真能齐家，真能创业兴家，真能治国平天下的。好，再来呢，传统文化是内学，时时要啊。反求诸己，这个是我们在行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好，那这个时间也到了，那因为刚刚那个我们严副校长有讲说呢，好像那个拜父母的时候有听我唱歌是吧？啊，所以好像今天不唱首歌不能助兴了。因为我们刚好现在办1年共学班呢，这共学班有一个班歌，啊，我跟大家。结个缘啊，唱这首，我相信啊，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啊。滔滔江河，滚滚东流，汇成大海。千里姻缘，我们相聚，奉献真爱。共学共修，相亲相爱，是一家人。承传使命，复兴文化，继往开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谢谢。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好，感恩大家。